社会青年学子排座，才有拿起麦克风熟悉的教授感觉来了。这样站着跟你们讲话有点怪怪的。以前我这样跟你们讲话的时候，我是大学的教授，是你们的老师了哈。那我现在正在选总统。在我举办政策沙龙，就回大谈青年政策，单刀直入。那你刚才讲的其实是青年这个社会住宅，我们是希望就是说，能够长期我们可以达到就是全台湾的房屋的总存量的10%，年轻人可以住在政府的比较好的品质的社会住宅里面。住的地方不用担心下一代的教育，蔡英文更拍板扩大公立大学比例，让教育在地化。我们加大公立大学的比例，让比较多的人可以上公立大学，而且我们也很鼓励，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啊，在自己的生长的地方上大学。我们将来就是说公立大学的部分名额，给他在地的学生要保留一定的名额。面对青年学子从念书到踏入社会工作，蔡英文有系统一系列完整规划，就是要让年轻人放心成家立业。再生陈家豪、陈贝婷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非常谢谢蔡主席啊。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听的一定